来来来，你过来来。我说没说，我出去喝酒的时候别跟着我，别跟着我。我没跟着你啊。那你现在干啥呢？你东西没拿。能不能处？不是。能不能处？能处。道歉。对不起。行，回去吧。又干啥？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呀？我保证我不多说话。你说能不能？来，你自己说，你说能不能？不能。那、啊、你还不回去等啥呢？哎，那你把护肝片拿着，少喝点儿。然后我知道你要面子，我再给你转20000块钱，回头你买单，别让你兄弟买。我干啥呀？你给我转那么多钱干啥呀？吃满汉全席呀？我不是怕你不够花吗？小易，你是不是觉得你有钱，你就能安排我的一切呀？啊？不是。那是啥？我就是怕你不够花。我告诉你，我花你钱，我是给你机会，能听懂吗？能。我不花你钱，我也饿不死，知道不？对。我妈也能照顾好我，你要是照顾好我，就把我还给我妈。我能照顾好你，我肯定能。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气大伤身。我肯定给你照顾好，我亲一下。往哪亲？往哪亲？啊，行行行，再亲一下。不耐烦了是吗？是不是不耐烦了？没有，你别生气。我跟你在一起，我操不完的心，说多少遍了，亲完要说话，亲完要说话呀。说啥呀？家法。真得劲，真得劲，别生气。念。亲嘴要说得劲，亲嘴要说得劲，亲嘴要说得劲。这回记住没？记住了。记不住就别处了啊。处，我还没领证呢。就你这样，我能跟你领证吗？咋不能呢？我肯定给你照顾好，这肯定得结婚呀。太生气了。别生气了，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喝去吧。那你站着干啥呢？回家去。那你早点回来。能不能处？